生命电视邀您一起传播佛法，慈悲愿行，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。护持话拨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救生命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教的意义在于有能力服务众生，那我们是人，所以希望各位要开始学习服务更多的人，由人而服务到其他的众生，就像各位做义工一样，做到恰当好处，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，而且会做，而且做得好。所以就像你煮饭一样，菜买了又便宜，煮了又好吃，厉害又营养，又没有加味素，这个就是佛法。你不能说我吃素，结果煮出来的都很难吃，那这个不是大乘佛教。所以各位呢，处事能力，待人接物，这个就是修行。我想，就像你很在乎，你如何把一颗宝石挖出来了，刻成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的，好几克拉的，那要有技术啊。所以众生皆有宝石的成分，皆有佛性，那各位要懂得雕刻。所以一个人要做事成为一个圆满能力，而且有能力没脾气，
所以一般人能力很强，他要赚很多钱，他要搞专利。但是菩萨呢，能力100%，但是无所求。所以这两方面，无所求就是智慧，有能力服务众生是慈悲。所以怎么样救鱼，一只牛给你养，养到死掉，哎，你不慈悲啊，本来它可以活的。就像我们放生一样，慈悲，但是也要有智慧啊。那这些各位要平常要很注意。就像你开一个公司，明明可以赚钱，开到倒掉，那就代表你虽然想要赚钱，却没有能力，没有因缘。所以这些因缘，因就是你要有福报，缘就是你要有方便啊，所以事情才能够成就。包括修学佛法也一样啊，啊，你除了有智慧，那各位要广修福报，广结善缘。比如说我天天在家里读《金刚经》打坐，那你不可能成佛，你可能会开智慧。因为成佛呢要福慧双修啊，所以你要懂得办法会，你要懂得服务别人，又能够有智慧，而且服务所有众生，这才是成佛的目的。如果你打坐读经只为了你自己啊，那这样还不是菩萨道啊，这是属于声闻缘觉个人解脱而已。所以你希望大家都懂得念佛用什么方法，而且念佛人信因果吃素用什么方法，你要去鼓吹宣传，乃至佛教有这么多故事让人家听了相信，那这些很重要。所以包括各位在做烟供，你要做到你的楼上楼下喜欢这个味道啊，对不对？你做到他每天翻脸跑来骂你，你烧了这么臭啊，那人都不喜欢了，不要说天神啊。所以你做个烟供要味道好，香恰当好处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人家就像买檀香要买贵的檀香啊，虽然你点香，结果这个味道闻得头晕了、啊、臭啊，那这就是不善巧方便了。所以我一样做人也一样，讲话做事穿衣服开车写字，这些都是佛法，如何恰当好处很圆满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现在请翻到58页，我们整天都在做烟供，烟供有什么功德？这几天也会发一本烟供施食法的各种功德，那各位要有信心。那既然有信心常常做，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土地很大，前院后院河边海边做烟供很方便，那各位要大做功德。在外面做了几个示范，拿铝箔盆拿铜盆，香放在下面，饼干放在上面，就烟供了。中药放在上面，加牛奶让它烟更多很香，然后你可以念诵各种仪轨，甚至你有时间点完香念完仪轨送一部地藏经，对不对？你等你地藏经念完，它烟都还没烧完，哇，众生利益可大了。所以它吸到烟洞，得到地藏经的加持，保证超度。还有58页，大家念一下烟供的功德，也愿意把这个功德发愿利益无量无边众生，也回向所有不懂得做烟供的人。所以我们负责做功德，回向给不认识的没有办法做功德的。好，烟供功德：一、帮助鬼道与非人。鬼道与非人之众生都有饥馑困乏的痛苦，烟供对于中阴身及恶鬼道的众生和累世冤亲债主有很大的利益，能免除其饥渴之苦。此外，对亡故亲人有着更大利益与帮助，对刚往生的亡者79天之中有着最大利益。因为亡者已无身相，无法取得饮食，只能以闻香为食，因此烟供对中阴身之亡者有很大的帮助，既可为亡者做上供的功德，又可令亡者获得利益。二、解除冤敌。所有六道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冤亲债主，我们应以欢喜心去利益他们，共施六道众生和冤亲债主，可以清偿过去的业障。好，
第一条说了，还有亚历士大一定有坟墓，又有屠宰场，又有殡仪馆。那各位呢，经过为他们点个烟供香，或是你能够烟供粉加饼干，今天大家都有拿到饼干，烟供粉烧一烧，很热了，快没烟了，你把饼干塞下去，我更香啊！啊，因为饼干里面有巧克力，有牛奶，那味道比烟供粉都还好啊！甚至在烟很强的时候，你加一些药粉，中药的药粉，胃痛的、头痛的啊，什么样痛，帮助那些各种众生。所以做烟供，首先要观想供养三宝，为亡者上供。再来呢，三宝加持这个烟供，化为甘露，布施孤魂野鬼、六道众生。所以你在你家门口做烟供，谁的车子开过去、走过去都得到利益啊，因为你在为他们上供下施，让他们闻道解脱啊，乃至呢吹道解脱。第二个呢，解除冤敌，什么意思呢？事实上，六道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，他们没有解脱，都是我们的债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如果经常这样子做，那可以让很多六道众生离苦，等于利益到自己的爸爸妈妈、祖先一样。所以孝顺的人特别有福报，超度祖先的人特别有福报。然后呢，这些都是我们父母祖先，如果他们超度了，他就不会找你。为什么？你妈妈生病了，当然钱要你付啊。祖先没超度，痛苦也会找你啊。所以你让六道众生都离苦，那你自己的业障也没有了。第三，清净恶业，借由烟供恭请供养诸佛菩萨以及护法空行众，令其欢悦而赐加持，远离人与非人害，其他如噩梦、灾祸、预兆不佳等不吉利的事情，也可以得到清净。所以我们消除业障，除了拜梁皇宝忏啊、三昧水忏，平常最容易的做烟供。你一做烟供，诸佛菩萨就现前，一现前这个光加持，除了你得到利益，那这些来享受烟供的众生更得到超度。为什么？慈悲是最好的供养，有人在慈悲，诸佛菩萨一定降临，护法神一定降临。释迦牟尼佛过去用他的肉体在慈悲布施给众生，玉皇大帝、上帝都会下来啊！为什么？只要有人间在慈悲，天上就会放光，这些天神呢，他就要下来随喜你的功德啊！因为他们要的是功德，所以这些天神知道你在利益众生，他们更是护持你，所以你就万事顺利。就像我们祈求伽蓝菩萨二十四护法诸天的加持一样，所以我们受报恩在界，我们不断的慈悲，这些护法善神永远都在。第四，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健康长寿。所以各位要升起，你在家里点一个烟供香，今天法会圆满会发给各位几包烟供香，有药供了烟供了，每天点一点，放一支在门口，门口那一支最重要。佛前你要点的是你买的檀香了，好的香啊。那你点的烟供香是拜拜佛、拜拜祖先，拿去外面啊，佛得到你供养，祖先吃到了，最主要是利益六道。然后呢，希望所有那条街上的经过的车子、附近的人都得到健康长寿、富贵安乐、居所平安。念一下。因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于过去的恶业所产生的，因为它是宿债，是需要偿还的。偿还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做烟供，可以减除病苦，得健康长寿。还有鬼道与非人之众生所引起的疾病，以及其他等等的障碍为缘。比如说现在有人得到绝症或癌症，无论如何吃药治疗也都没有效，在医疗同时也可以透过烟供的修持来治疗疾病。所以点一点烟供，加一点药啊。那是今天各位拿到那个药包，那个药草很便宜啊，平常你在家里买个罐子装着，那每天做烟供来加一点药草啊，利益无量。你千万不要等到得癌症再来做啊，当然有用，那你现在就开始做了，你就生生世世健康长寿，也会像你爸爸妈妈、子女，我想全家有一个学佛，那这个学佛人就要为全家、为邻居而努力。第五，富贵安乐，烟供除对他人有利益之外，对自己本身而言，可累积无量功德。佛陀曾在经典中说过，若要成为富有之人，必须先行布施与供养，
否则无法如愿。不论是否修持财神法，若未行布施供养，皆无法致富。所以常常举办烟供，可以迅速累聚富贵安乐的资粮。六，处所吉祥，商行机关、住家乔迁新居，恶疾染身，子女乖逆，家庭不和，生意不顺，以诸佛加持之烟供力，可除尽一切秽煞，令所居之地成祥和福地。第七，天龙地起永护。烟供的缘起是在西藏莲花生大士时代，当时有许多的魔鬼和地神阻碍盖庙，白天辛苦盖的庙，到了晚上就被破坏。而当时吉户堪布在不得已之下，只好请莲花生大士前来解围。莲花生大士即准备当时最好的五甘露树等物来做烟供的法物，包括菩提树、白檀木、野蒿、乳香、绢帛等树，以虔诚的心意供养，终获魔鬼地神的喜悦，并帮忙盖庙，最后使得盖庙工程顺利完成。后世的人遂承袭了这个方法，作为除障征服的最好修法。在西藏几乎即将举行的活动都以烟供为吉祥缘起。八，速获功德。布施是六度波罗蜜中的第一波罗蜜，若不行布施，无法开悟成佛。而烟供布施供养，就是我们想要成就佛果所必须具备最胜功德之一。九，可满所愿。由于烟供具有供养和布施之福德，故能快速地具足及成就行者的习、增、怀、诸四种事业，获诸佛菩萨之加持，并得到天龙八部拥护，引导众生成就解脱。尤其是人世间之诸多恶缘，可以得到转清或熄灭，种种愿望亦可心想事成，满足一切祈愿。烟供不仅可满众生之愿，与祈祷文中亦提到往生净土，所以亦可帮助众生脱离轮回。十，速证佛果。据慈心之佛弟子，应每天修习烟供，记住恶鬼道、地狱道和中阴身，普令一切众生闻香得食向善，如此日积月累地分担如来家业，将是修行者成就的最佳之粮。其烟供无边利益功德，可令修法之人解除累世的黑业，并令障鬼神转为护法神，不再作祟，消除所持障和烦恼障，迅速累聚福德智慧两种之粮。所积聚的福德可使我们成就色身和报身，所累积的智慧可使我们成就法身，来成就佛果位。所以做烟供至少有这四种功德，世间的福报、解脱的、来自成佛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天天做，做大做小不停啊。你买一个小小的铜盘，不要用铁的，做烟供不能用铁的，因为用铁的那个味道出来，鬼道就我们闻了也不舒服，因为铁为地狱啊，恶鬼城都用铁做的。所以佛陀说做烟供不能用铁的，用金的、用铜的、用陶瓷的都没关系啊，然后烧出来味道就不一样，做大做小都没关系啊。但是做烟供可以上供三宝，又可以下施六道众生，所以我们前面摆了这么多食物为他们上供，等一下还要下施。所以来六十二页再念一下，佛陀在甘露味经说，你做烟供的时候念辨识咒，乃至念一次嗡三不来三不来哄，把它背一下。如果你不会变辨识咒，就背这个嗡三不来三不来哄，嗡三不来三不来哄，念嗡啊哄变成很多嗡三不来三不来哄，化为甘露，他们就可以吃了。你再过来念嗡嘛呢呗咪哄，很容易，来背一下。嗡啊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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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啊吽。各位看着前面所有食物啊，清净无量，转化为功德。来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然后为他们念辨识咒，念辨识咒，念二十一遍供养诸佛，念七遍下施六道啊，乃至念七遍给那些神明呢 啊，他们都一样念这个咒。所以现在上供下施，
我们念 Om Sambalai Sambalai Hong 念七遍，好不好？那以后各位把它背下来，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所以所有的食物供养三宝，所有的食物又下施给六道众生，念七遍 Om Sambalai Sambalai Hong， 它的手印是这样，大家都会了。第一只按到第三只，第二只直直的，然后前面两只弯弯的啊。那另外一只手也是这样，那另外一只手就是观想食物变很多，上不来上不来哄啊，一只手不动，另外一只手哄啊，或者你两只手都可以。那我们现在念七遍，来。哦，上不来上不来哦，上不来上不来哦。Om Sambalai Sambalai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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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mbalai Sambalai Om。 特别饼干烧了特别香啊，饼干加那个香点在下面，然后给它加上去，哦，那个味道很好。那你就边读经，放一块，放一块，再放一块啊，让这个香味慢慢慢慢的出去。就像你去机场，闻到那个机场，哦，做那个巧克力面包啊，卖咖啡啊，它就是要用味道吸引你啊啊。那众生是以味道做食物，那你只要闻到这个味道，赶快哦上不来上不来哄。然后另外有几个祖师说啊，哪怕你吐一口痰在地上，哪怕各位洗碗筷的有水冲到水沟，你都赶快念 Om 阿吽，就可以布施给恶鬼道。特别各位嘴巴会念佛，你去大小便，你吐口痰都要念 Om 阿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孤魂野鬼，你这些好的有些吃不到，有些孤魂野鬼要吃大便的味道、小便的味道，有些孤魂野鬼因为个人的业报不一样，所以有36种孤魂野鬼，然后每个业报都不一样啊。所以那像我在讲课，他们就吃得到，这个叫食法鬼。因为他过去毁谤佛法，又不懂得做法布施，所以只要有人讲佛法他才吃得到。所以各位做烟供的时候，你给他放个念佛机在旁边，或是你自己念，那个时候他吃得到。你念佛机关起来他吃不到，所以每一种不一样，有些太好他吃不到，有些一定要脏，就在烧烧烧剩下灰才吃得到啊。算是如果你给他念 Om Sambalai Sambalai Hong， 那他们都可以吃得到，好的东西可以吃得到。所以如果说你的爸爸每天都在吃大便，你想了都会哭啊，因为他的业报。但是如果你给他念 Om Sambalai Sambalai， 他就可以吃到好料的啊。所以那些大阴鬼小阴鬼食臭鬼，他越臭他越喜欢了，就像有人喜欢吃臭豆腐，对不对啊？不臭他还不喜欢啊。但是每个人业报不一样，但是各位你会念这个咒，他们都可以化成他们喜欢吃的甘露，包括佛菩萨，包括护法神。所以各位背下来好不好啊？哦，上不来上不来哦。如果你能够每天念，走到哪里都念，你只要念这个咒，所有孤魂野鬼都不会吐火，肚子不会饿。所以佛陀说念这个咒保证成佛啊，因为太慈悲了，这个声音一出来，他们所有恶鬼道都停止吐火，停止饥饿，而且所有味道他们吃得到。所以来62页化为甘露味给他们吃。如果各位经常这么做，那你可以得到20种福德聚。念一下，在甘露味经云：若当来世能持此经，当知世人以为遍设20种大福德聚。何谓20？一则现在不为饥渴穷饿、疾病衰祸恼扰身心；二者人有所食啖，若不美皆成上味；三者其人所入野道，虫毒和合草药终不能伤；四者其人鬼神罗刹精魅魍魉观之如佛；五者其人诸佛菩萨天仙龙神护如眼睛；六者其人所有疫病若业若魔不能近身；七者其人寿命增进卧安绝安处事吉祥；八者其人爱旷野伐草水草自然称是；九者其人头貌一月肤体光泽无有恶色；十者其人常逢善友乃至菩萨现为驴复次一者其人未来长生刹帝王家；
二者其人具足舍利受乐持变，三者其人常生诸佛菩萨前，四者其人所在之处福障自现，五者其人恒得他人恭敬世间，六者其人所有财宝无能夺者，七者其人意欲所愿悉得称遂，八者其人不随饥馑劫难生，九者常生天上受尊胜乐，十者常以法喜禅悦无饥渴，是为20种大福德具。佛陀在各种经典就是拜托我们一定要施食，这个就在分担如来家业。如果这个世间鬼道太多，很多人就会生病啊、战争、自杀，然后世间就乱了。佛陀成佛就是要帮助世间，佛虽然肉体不在了，但还希望我们佛弟子帮他做施食啊，啊，这样做，然后鬼神就不作怪，大家不生病，长寿健康，世间祥和，恶鬼升天啊！希望这个世间，如果今天亚罗斯达有三个人是在杀人的、强奸女人的，那亚罗斯达就警备了，大家就紧张了啊！但是如果我们经常帮佛陀这样做，这个世间没有这些恶鬼道伤害众生了，这个世间大家都吉祥，不生病了。所以呢，那你这样去做，你得到了这么多的功德啊，乃至快速成佛。请翻到55页。我们除了食物的布施，以这个为方便药物，最主要要做法布施。法布施愿众生脱离轮回，叫无畏施，没有痛苦了。所以希望各位这几天来参加法会，把亚罗斯达的好吃饼干通通买来啊，因为每天都有6桌啊，等一下晚上回去这3桌各位要带回家，今天八关斋不能吃，是送给亲戚朋友吃，好不好啊？因为他吃了得到学佛的功德，哪怕是天主教基督教都要给他吃一下啊，因为这个叫三宝加持物，三善道众生，那这些给他们吃呢，就像给恶鬼道吃，恶鬼道没有分什么佛教道教回教了，鬼就是鬼，但是你给他吃了他就升天了啊！所以这个念辨识咒，这个太伟大了，而且拜梁皇宝忏，那是皇帝的宝忏，意思是说各位要发起这个大心，为所有民族、所有国家、所有众生而努力啊！所以啊，借由施食的方便，勾招无量无边的众生来，然后呢，也对我给人道吃，给动物道吃，所以今天晚上回去，这边的食物是要给动物道了，麻烦你们要慈悲哦，你要想办法把它布施出去啊，蚂蚁啊，流浪狗喜欢喝牛奶啊，你隔壁亲戚在养猪了，来，我给你加菜啊，啊，让那些猪啊、牛啊吃到，流浪狗吃到，他们就以吃为因，最主要是他吃即解脱这个意思了，啊，让他们吃即解脱，特别今天是会供品。经典说吃到会供品的功德，那等于吃到佛的甘露一样啊。所以他们在藏传佛教每个月至少做一次会供，他不像我们华人这么有钱买这么多啊，在佛学院一个月才吃一包饼干啊，因为平常没有零食可以吃啊，就在等会供，就像我们古时候过年在等过年那一天才吃得到好料啊，不然没有好料了吃啊。所以各位这几天来参加法会啊，每天都买多一点，好不好？面包、饼干就不会像今天拿到后面没有了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太少，所以后面外面的炉那么大也装不满，但是一直烧一直烧，不要停，消防局来了怎么办？想办法，为了要超度啊，所以要利益众生啊，希望这个烟供吹到中东国家。吹到欧美，对不对？以我们的悲心融入六道，那这样做的目的要干嘛呢？55页第一个为他们念不动佛心咒，就是希望他们消除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消除当下内心的贪嗔痴，就是念不动佛心咒。所以不动佛心咒各位一定要会念会背，因为太慈悲了啊。然后呢，自杀的堕胎的胎儿超度也是念这个不动佛心咒啊，那边有猪、鸡、鸭正在被杀啊，螃蟹在被扒壳子取卵，最痛的时候
念不动佛心咒，他当下的痛苦不见了，太慈悲了。然后不动佛让他消除业障以后，那目的呢？怎么法会的功德目的呢？就是这几句话。第一个，供养三宝愿欢喜，所以我们供佛、供法、供僧啊，诸佛菩萨欢喜降临呐、啊。诸佛菩萨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度众生呢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哪里有苦，哪里示现。所以愿诸佛菩萨具誓誓愿愿圆成啊，他们具足了誓愿来利益众生，都能够圆满成就。所以观音菩萨来了，我们痛苦就没有了；文殊菩萨来了，我们就开智慧了；阿弥陀佛来了，众生往生净土了。不但如此，第二行六道所欲愿满愿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鬼道、畜生道，他们愿得到什么都满愿。冤债所欠，愿取偿。各位的冤亲债主、历代祖先，那么我们欠他债的，利用今天上供、下施、烟供，他们都满足了。就像今天你在参加法会，你本来欠他10万马币，他来走一趟回去不跟你要了，因为他满愿了，意思说你还给他债了啊，所以你不欠债了就快乐。各位，欠债就拍秒、哦、很多太太跟她老公说，我欠你偌济济啊，啊，天天被他骂欺负啊，啊，有些儿女你欠他多少债，现在30岁了还在跟你讨债，那、啊、不赚钱找你麻烦，败家子啊，这个就是讨债鬼。那你要做功德回向给他，所以冤债所欠愿解。第三行，四众嘉宾齐云起，那四众念一下：三宝众、护法众、六道众、冤亲债主众，这个叫四众。啊，所以今天三宝来了，护法诸天来了，乾蓝菩萨来了，六道众生都给他摆桌子了，我们的累劫父母、祖先、七世父母通通来了，所以无量施供做回向，我们也无量的供养、无量的布施，都要回向给冤亲债主这些六道有情众。我与无边众有情，受用居足资粮缘，所以我们跟无量的无边的有情众生，等于今天都得到无量的功德，也得到了无量的资粮啊！所以我们要成佛，一定要福报资粮够，一定要智慧资粮够。所以我们希望这样上供下施，我们圆满了福德资粮，也圆满了智慧资粮。什么叫智慧？你把它烧掉就是智慧了，不执着啊！啊，然后明明是饼干呢，怎么烧掉？这个烧掉不是浪费呢，是上供下施呢。就像点灯，你点酥油灯没有人说你浪费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烧食物有人说你浪费？他就是搞不清楚，所以他不了解。就像这个水人可以喝，你干嘛倒在地上？哎呀，你眼睛看不见了、啊、那个孤魂野鬼百千万啊，他们几百年没有饭没有水喝，倒着他可以喝啊，喝了可以升天啊。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受用具足，要衣服有衣服，要房子有房子、哎、又为他们点灯供水。今天各位替他们供养上师啊，上师替他们修仪轨，让他们得到一切。目的呢，其能迅速证佛地。第五行，愿我们跟无边有情都能够好赶快的体证成佛的境界，入登地菩萨，最后成佛。一切宛如虚空藏，财富受用其无尽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法会现场宛如整个虚空都是宝藏，你要黄金珠宝房子什么都有啊、六道众生都能满愿啊，都能满愿。那恶鬼城几百亿年没水喝没东西，今天充满食物甘露，住的都不是铁的啦，都变成黄金珠宝，马上就要升天了。财富受用其无尽，所以各位今天还布施黄金呢、啊、替身多马上供下施，所以你这样做，你将来也会财富受用其无尽。愿无争执无相伤，所以希望他们不要吵来吵去，也不要抢了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众生都有。也愿那些冤亲债主满足以后不要再伤害众生。夫妻为什么吵架？因为有个堕胎胎儿没超度，今天两个朋友一起去吃一次海鲜，回来以后两个就吵架睡不着，那一只海鲜开始让你们两个吵架啊、因为你把它杀了，所以你满足他，夫妻就不会吵架，兄弟不会吵架，愿无争执，这些鬼道互相也不吵架，不要互相伤害。凡所受用其自在，所以他们要得到什么都自由自在的满足了。以此施食之力故，平息恐怖诸幻象，
所以与我们燕共啊、上共、下士的力量，让这个世界没有战争，好不好？没有恐怖，没有抢钱的，没有人去碰到鬼，这些恐怖的、假的，虽然杀来杀去看起来真的，但是它也是虚幻的，甚至你做梦看到的也是虚幻的。所以做燕共，除了没有恐怖，也没有不会做噩梦啊，也不会看到恶鬼，以此实时之力故。所以于中有中见自性，特别刚往生的，刚往生以后49天还没超度了，他们在中阴身就开悟了，就见到佛性，往生净土了，愿能往生清净土。所以今天做了有三个力量，凡诸自心希求力、如来善事布施力以及法界一切力，这三个我们都圆满了。大家受报万斋戒，拜梁皇宝忏，愿大家能够赶快成佛，乃至现世长寿无病。所以那我们这样子的信心啊、持戒啊、发心啊，受报万斋戒就是为了解脱，念佛就是为了成佛。所以如来善事布施力，佛为众生而成佛的，在佛所成佛的所有的功德善，什么叫善？佛做了这么多善业都不执着，是为布施给众生的。所以呢，你念佛，佛就把他累劫的善业功德布施给你，所以叫如来善事布施力。你观音菩萨叫施无畏者，以及法界一切力。什么叫法界？点灯供水，我们为十法界所做的供花供水、布施供养出家人、施食放生，这个叫法界力。所以我们今天做了太多的法界力了啊，想得到了、做得到了都做了。所以也特别请他们上师为我们修上供仪轨、会供仪轨、烟供仪轨、中阁巴大师七请文水的仪轨啊，然后我们也做了供养，各种的我们都做了啊，上供下施所有力量，所以叫十法界。十法界供养，六法界布施都做了。所以念一下：持咒破地狱，放生救动物，施食渡鬼道，我们都做了。然后希望这样的法界力三力合合，悉皆供养诸圣众，并为劳役有情众。所以我们这样做了，供养诸佛菩萨，诸佛欢喜，而且能够利益到所有马来人、印度人、美国人，利益到所有动物、蚂蚁、恶鬼道。所以凡所期盼出离，无论彼等何部类，他们想什么都能够满愿。他要升天，他不要生病了，他要看到他的家人，他要去极乐世界，他要去阿拉的地方，他要去上帝的地方，都满愿。凡所期盼诸利益，无论彼等何部类，世间诸界尽无余。这个世间各种法界，你想什么，包括人类要赚钱啊，希望以后马来人都比华人有钱，好不好？这就成功了。现在华人比马来人有钱，华人太自私了啊，那马来人知道跟你贿赂贿赂了，说拿点小费花花啊，你不给还不行。所以如果他很有福报就不用了。所以希望他们都能够无余的满足，其无阻碍悉成办。他想要发财，他想要读书，他想要什么，他想要修行，他想要升天，他想要往生净土，都没有障碍悉成办。所以哇，这个愿力重不重要？这就是我们修行乃至做烟供最主要的目的，上供下施。不但如此，他现在满世间愿了，现在要告诉他真理了，要给他舍利子了。什么叫法舍利？释迦牟尼佛就体悟这一句佛法而证得空性而成佛。所以我们念一次56页，来：万法皆由因而生，彼因如来所宣说，万法即灭亦如是，此语大沙门所说。啊，目犍连舍利佛听一次就开悟了，7天就证阿罗汉了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不是有一个神上帝在主宰，这个世界也不是谁在主宰你快乐痛苦，这个世界快乐痛苦轮回都是因缘和合所生法。万法皆由因而生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有贪嗔痴就有轮回，你有菩提心就成佛，你有空性就解脱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就讲这个法，彼因如来所宣说，如何离苦得乐，如何成佛的方法，有因才有果。所以万法即灭亦如是，所以因缘和合的都会变化，所以会变化的因缘过了，然后它就停止了。所以你没有贪嗔痴，那你就没痛苦了，你有贪嗔痴，你又开始轮回了。
所以因缘和合无自性的此语大沙门所说，所以各位要最重要的来念一下，来，智慧如虚空，那这样讲比较快，思想如虚空，一切不执着，记住这句话，我们要随时保持我们的思想在明空的虚空的状态，无分别啊，却了解一切，再来皈依为根本，持戒为住行，那我们要皈依佛法僧三宝，而不要皈依老公儿子，因为那个都是虚幻的，皈依三宝为根本，持戒为住言，然后我们大家手抱棺在戒慈悲心、啊、再来无造作自然的利益众生啊，修行要修到就像妈妈给儿子牛奶喝那自然的小孩子不用讲，妈妈主动就会帮他盖被子，对不对？给他牛奶喝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给他牛奶喝，这不是我儿子，盖错了，拿回来。啊，你牵一个男人手，这不是我老公。你也规定你老公不能牵别的女人手的，大家都有占有欲啊。但是我们希望能修到很自然无造作的，活的就是要帮助别人的，活的就要布施的，慈悲是自然的，无虚伪的。那现在我们没办法，那现在我们要开始练习啊！以前怕鬼，现在就马上找哪里有鬼，告诉我，我要去布施。这两天我们湛严法师白天拜忏，晚上还会带着各位。如果你要去亚历士大哪里有蒙阿波啊，赶快带我们去啊！那古塔死人的、自杀的，哎，去那边给他超度。为什么？好快乐啊！不然就会浪费生命啊！如果我们放了这么多食物都没有半个鬼来吃，你会说浪费，对不对？人家跟你说哇，外面都是鬼，吃的好高兴，哇，你明天要买一堆来，哇，太好了，能够帮助他们多好啊！地狱道都变极乐世界了，动物道也超度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念下来，思想如虚空，皈依为根本，持戒为正行。显现自然的慈悲啊，无造作的慈悲，这什么意思？活着就是为了慈悲了，活着要干嘛？就像女人一样，年轻人说活着就是要漂亮，不用跟她讲，她也爱漂亮，了解吗？那这个是执着了，男人臭屁，女人爱漂亮。那但是这个是不好的习性，我们修行了，我们只有活着就是为了慈悲，活着就是要利益众生啊，没有别的想法。就像今天那些上师来了，我也不认识他们，来了上师会念经吗？会哦，赶快，对不对？帮我们上师，我们也供养上师，上师也很欢喜啊。他们哪一天也会跟我们一样吃素啊？哦，更好啊，把中文学得很好啊。他们很多都是堪布啊，学了这么多，但是不会讲而已啊。但是无论如何结善缘啊，无所求的，自自然然的显现慈悲。所以各位要习惯，碰到马来人、印度人，你就是要对他好。你对我不好，那是你的事；那我对你好，是我的事。那你就快乐了。现在你是有所得了，你对我好，我才对你好；你对我不好，我就伤害你。我好你膝盖筋拍垮，很多人把它剪掉。那一天上海发生一个事情，一个女孩子交了男朋友，她先生不高兴，一直说，然后给她载到关起来，把她手切掉。好，切烂烂了，让他手不能滑手机了，因为他老婆天天滑手机交男朋友，他老公，你看我把你切掉以后，你就不会交男朋友了，我是爱你才这么做。天哪，对不对？警察就把他抓起来，那个女孩子看到他吓坏了，因为世间的爱啊，很恐怖的，对不对？爱不到你就毁容，印度就是这样，印度的男人，他把印度的女人很可怜的，我追你追你追不到，我就把你毁容。印度人就是这样，因为他认为女人是手陀螺种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出生在中东的女人更可怜，九岁就可以带去上床，女人是男人的奴隶，那些女人可可怜了，你要是对不起我，就把你烧掉，当场打死，所以很可怜的。但是各位呢，哎呀，赶快一直回向给他们啊，超度他们啊，再来。那了解了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所以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。所以佛陀讲说
行为实践就是这四句话，大家都会念，念下来：诸恶切莫作，众善皆奉行，自心悉调伏，是即诸佛教。所有佛的教法不离开这三个：断恶、修善、净化内心。所以各位，连一只蚂蚁都不能杀，连一句话都不能骂人，连一块肉都不要吃啊！一个不好的心态通通不能有，诸恶切莫作。你不要说不会啦，我天天拜佛，偶尔吃吃牛肉没关系啦，师父你们做烟供，我去外面抽根烟了，招感烟鬼啊！你要断恶，就要断干干净净，这样不然你保留什么就什么让你痛苦。有破绽，就像碗有破个洞，你的功德也会流掉。所以所有的伤害到众生的，也是伤害到自己的，千万不要做。众善皆奉行，只要帮助众生的，不分宗教，不分法门。你不能说佛教徒今天如果有很多其他宗教愿意来参加法会都听不懂，没关系啊，我们都帮助他，对不对？只要他快乐，对他有帮助。所以众善皆奉行，好事都要做，帮助老人孤儿，放生念佛都要做。进一步，自心悉调伏，念一下佛教的重点：调伏自心，无有我执，不起心动念，没贪嗔痴。这最重要了。那如何没贪嗔痴？就是证的空性。你要知道万法都是虚幻的，你就都是苦的，没有人会去追求那个的。各位，爱情是快乐还痛苦啊？痛苦是结婚了，快乐是还没结婚的，对不对？早知道你也不要结婚了。请问生儿子是快乐还痛苦啊？又快乐更痛苦，不能不爱他，因为已经执着他，执着他就放不下他啊。所以感情真痛苦。我看那些女人在爱男人了，她老公已经外面有外遇很快，她还是爱他，啊，不例外戏啊，她已经爱到已经没办法了，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啊。所以各位要放下，自心悉调伏。所以各位你要调伏贪嗔痴，进一步呢，证的空性，进一步呢，只有菩提心，只有大悲心啊。这句话是属于密乘，也属于各种的教法，都是从内心里面四即诸佛教。所以佛陀教我们了解因缘所生法，万法皆空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所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调伏自心，圆满菩提心，这个就是佛法的教法。所以给他吃饱了，做种种的功德，希望要跟他说法，说法不离开这两句话。各位，你把这两句话了解了跟实践，保证你解脱成佛啊！百分之所有的经典都不离开这两句话，所有的仪轨都不离开菩提心。但是你抓到重点了，修行是为了这个。所以进一步了，第五行，凡诸非人临此处啊，我们今天招请了各种的非人、天神、鬼啊，各种的鬼，华人鬼、马来鬼、美国鬼都可以，各种的孤魂野鬼有情，大地虚空皆可住。这个坛城百千万亿来都不会满，大地虚空皆可住，其余众生常行持，日以继夜愿法行。所以希望他们来了不要制造车祸传染病，不要制造战争，不要制造夫妻吵架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人会自杀有个自杀鬼，了解吗？儿子要杀爸爸，好恐怖哦，因为过去世的冤亲债主附在儿子身上杀老爸啊。法律会说这个儿子不孝，但是可怜，他是被鬼附身的，就像忧郁症的人、躁郁症变一个人啊，杀自己人，眼神都变了，又有另外一个鬼附在身上。所以希望这些鬼道他们来了得到超度，其余众生常慈悲，不要用这个恐怖伤害，日以继夜愿法行。各位，从早到晚我们认不认真啊？我们从早到晚都在法行，按照佛法去修行，也希望六道众生日以继夜都按照佛法来修行，按照六波罗蜜，借此广大布施力，愿诸众生自成佛。所以我们这大布施、上供下施等等，都是希望所有众生最后能够成佛、自成佛啊！过去诸佛为度者，普施愿彼得解脱。所以在过去释迦牟尼佛、过去迦叶佛、无量诸佛还没有得到因缘超度的，今天借这个布施的因缘、回向的因缘，愿他们听闻佛法也证得解脱。此不净身舍报时，愿即化身极乐国。这些鬼道也好，
地狱道也好，畜生道也好，死亡的人类中阴身，那么愿他们消除这个不净的身相，业障早一点消除，早一点脱离这个身体。各位，这个身体让你快乐还痛苦啊？痛苦啊！啊，希望哪一天啊，睡觉就往生了，直接去极乐世界，不要慢慢生病，慢慢死，这样啊，这个是不净身呢、啊，所以这个观身不净，这是基本的修行，四念处，不要执着这个身体啊。特别小女生每天画画画画画画，然后呢，在 Facebook 上，嘿，让人家这个叫什么？那些是人，对不对？自恋狂，对不对？男生也是，嘿，然后呢，每个人都喜欢凸显我眼睛大，你看我像洋娃娃，装那个隐形眼片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不干净的，这没有什么，这里面多肮脏啊，都是血啊、肉啊、痛苦啦、啊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偏偏男人好色，女人愚痴、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些都人都是如此，狗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公狗看母狗很喜欢，他怎么不去看母猪呢？因为他执着啊，执着我爱我这个啊、所以各位，这些人类的执着，哪一天你看到男人女人不会有分别，你有空性了。你现在没有空性，哇！我18岁，我要找一个18岁的。我30岁，我要找一个25岁的。所以你有分别啊？你怎么不去爱上一个印度女人呢？因为她皮肤比较黑啊，她跟我信仰不一样啊，所以这个都是分别，会造成痛苦。哪一天说一切法毕竟空，凡所有相都是假的，离一切相，离一切分别，即见诸佛。所以希望大家要如此啊，不要执着外表。所以愿即化身极乐国，你到了极乐世界，每个人都长得一样。每个人都长得一样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这样而已。没有长得不一样的，比较高、比较矮、比较胖、比较瘦、比较黑，没有这个的。到了极乐世界，每个都长得跟阿弥陀佛一样，然后呢，天天去拜每一个佛，然后天天听阿弥陀佛说法，很快就开悟。所以，愿即化身极乐国，身已即刻登实地。你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就会精进了。在那种环境，希望能够达到实地菩萨，但是。没有马上就变成实地的，你要累积很大的资粮，你要花开见佛，你要从下品、中品、上品，但是希望我们这一辈子都累积广大的资粮，马上到那边实地菩萨，实地菩萨以后再往生兜率内院，像弥勒菩萨啊，将来直接成佛利益众生，那就可以化身十方利他行，所以你就可以变化百千万亿的形象啊、百千万亿的地方。去度所有众生，这就是修行的目的。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广度众生。现在有1000只蚂蚁在地上，然后再过几天下大雨，通通死了，好可怜了、啊！赶快把这些蚂蚁通通救起来，就这个意思吧。现在人类在地球执着，哎呀，动物也在地球执着，鬼道在恶鬼道在那边受苦，地狱道受苦。我们希望这些六道众生都赶快把它抽起来，因为你在天界虽然很快乐，将来也会堕落三恶道。所以每一个佛菩萨都会化现在天界、人道、阿修罗道去广度众生，所以这个发愿文非常好。我们做烟供的目的，所以各位以后你这样念，你要按照这样去想，跟这样去发愿，这个叫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身口意不离开佛的身口意，这样想这样做，那做完以后，那真实的回向，这样跟大家了解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下午的法会。先到这个地方，等一下休息一下，然后比较没太阳了，我们就要做招请，好不好？招请呢，然后再一次回向。所以我们先把下午的功德，从早到晚，现在的功德先做回向。来，愿以此功德，十斋日加持功德，宗噶巴大师加持功德，10万倍功德加持。大众发菩提心，受持八关斋戒，供养上师，修会供仪轨、烟供仪轨、祈请文仪轨，各项功德，点万灯功德，供万水功德，慈悲烟供功德，浴佛功德，药供功德。
替身多玛功德、甘露施食功德、放生功德。今天我们有救鸟，有救鱼，有救乌龟，有救蟋蟀，每天都做，每天都做不一样，救不一样的生命，所以来关公法会功德、妙玉云烟供功德、听闻佛法功德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、上报父母祖先恩、上报国家社会领导恩、上报所有众生恩、上报三宝加持恩、下济地狱苦、下济恶鬼苦、下济畜生苦、回向所有堕胎胎儿、回向所有自杀亡真者、回向叙利亚无有战争、无有恐怖攻击、无有宗教冲突、回向马来西亚各种民族、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和谐相处、断恶修善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正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Thank you.